清风雅雨间有仙山与云峰，穿越千年岩道，我踏入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，耳畔仿佛响起1700年前的心跳。这里是古真南的王国，也是岁月的见证。他们从东晋时代走来，彼时他们是历代天子苦苦追寻的旷世奇才，如今人们称他们为中国最美古树。199棵古树平均树龄500年，几经沧桑依然守卫着这晨钟暮鼓，古韵悠悠。百年之难方得成才，巴蜀人民千百年来的守护，造就了如今中国西南最大的古真南园林。涉级而上，两颗参天真楠映入眼帘。相传一位古代高僧路过此地，亲手栽种了这两颗真楠王。真楠王高31.4米，需8人才能合围，实属难得。而一颗真楠成栋梁之才，则需近百年光阴。我穿梭在林间，感受着每一颗真楠的独特气息。在这里，我仿佛听到了大自然的心跳，感受到了生命的孕育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千年树王的种子已经在周边8000亩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播下真楠之种，育成翠绿之林，为后世留下无尽的清凉与富饶。这是世代巴蜀人民的坚守，是亘古不变的四川底色。